排位排不到人，应该没有吧？我才钻石而已，怎么可能？大家应该都去星耀了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不甩尾看一下会不会赢。不甩尾看一下会不会赢。哈哈，靠北，哈哈哈，杀回啦！啊，好恐怖哦，尾不开喷了，活动群主都被踢了，你们后面那几个也太扯了吧？车子有没有这么慢啊？他们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为什么啊？我不过是就只是控制方向而已，钻二排不到人，真假？他们是怎么了？靠！不是会有电脑，是都是电脑吧？靠！哎，被超过了，不行，不可以！哇，第二名了！哇，后面还有人，别哦，别哦！别哦，别哦！这对手好强，救命！哇哇哇！被两个超过了，哇！那个会加速哎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哎！别卡别卡！别卡！哎靠！要输了要输了！看！啊完了完了！我要 out 了，快走哦！要淘汰我，要淘汰我了！快跑起来，快跑起来！哎，不，不要啊！哎，白痴哦！但应该也算吧，有啦有啦。这是在干嘛啦？这到底在干嘛啦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告诉我到底在干嘛吗？是碰碰车是不是啊？Oh my god！ 阿旅也很不稳哦，
这里。水哦，水哦。卡住卡住卡住，干！哇，掉分！刚才那关真的很好笑啊，到底在干嘛？要不要邀你？我这样打完就要关了。哦，对对对对。下次啊，我这场好像要关了，手机要没电了，笑死！不是啊，你们看到一开始那个撞车画面，这是超北西的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一个金酸金的卡，这张也不太会跑，天啊！卡位就对了，卡位就对了。卡位就对了。卡位就对了，打位就对了，阿干，弄掉，看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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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